讲古今古，说难处的，说百年传奇，催年故事，咱做一个来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蔡维杰，今仔我讲的故事叫做《马祖走见西隆》。宋元跨泉州，赤土城内跨金庙，宗教遗迹满街路，大海茫茫无定所，公路神仙来照顾。今仔咱来讲泉州天下宫。福赛迄仙还是马祖，自古以来，咱泉州一个阿，真侪出海的人，伫出海前都会先去拜马祖求平安。后来啊，就有真侪人归去在马祖福赛咧家己的船内。在清朝西隆将军伫守护台湾的时阵，船内就福赛一些马祖。有一年，西隆大兵攻打台湾。不过一日，海顶无啥风，船内行就食阿物，西隆就决定随倒倒去，过几日才出发。无想说，徛到半路，却起暴风了，台湾船车啊东一只，西一只。隔日风较小了，西隆就派人去找船，找规天光都找无半只，最后海船伫倒找着恁站，湄洲岛。马祖的故乡啊，恁说有钱无？怀船内人说，伊暗暝是大风大浪，毋免说控制方向咯，连目睭嘛计看袂清楚。即个时阵，天顶乌白白出现一撮红色的光，怀船一道黑色灯直直行。入港了后，就看见有一个人前往怀船呕入来，西林边看看的啊，除了西隆的船，其他船一只都无少。新人解释是马祖的无比。伫这个时阵开始，西隆为家己的政权内服侍一些马祖。康熙廿二年，西隆第六摆奉命带20000大军准备攻占平湖，收复台湾。清军一靠近平湖，台湾军队就将因砸落来了。西隆下令马上引进，清军用大炮进攻，叶林用大炮都要拍倒来。规个海域大可无上上，不明星是烟雾，也是水雾。西隆就徛在船内，拿起挥，拿手对枪，乌白白一个字写过来，他准准写在西隆的目睭了。唉，一方初见，都咧无优势咯。这西隆这个受伤，啊，看要怎啊？西隆就徛在船内，一些马祖水民连拜三拜。马祖娘娘有灵像，弟子西隆今仔日带兵攻打台湾，若是有法人在台湾拍来，你就让我列出3杯好杯。说了，西隆就把香杯抱起来，搬落去，才是列出3杯好杯了呀。这20000大军就真有信心了，大战搁拍了3年3日，慌还搁上慌。新户也阁是分袂出来，不过清军这边迄个党计要拖撇去咯。西隆就又阁去请马祖神像，随拜了，天顶就又阁出现一撮红色的光，甲旧年起落风一样，较爽爽爽。马祖娘娘穿红衫坐咧顶卡，千里甲顺风里徛咧两边，说来也是真奇怪，乌白帮说长风了。清军夜风必顺风，船愈开愈紧，到有千里甲顺风里伫水面咧倒上开路。清军就一路驶入去，占领平湖。这一日是康熙12年6月2日，传说伫这一日有人去拜马祖，就看见马祖神像身躯的迄身衫，较淡绿绿。千里甲顺风里迄两三把油菜的手，皆奇葩。后来啊，大家才知影说，原来马祖是在千里眼顺风里去组建西隆咯。西隆收复台湾了后，康熙皇帝就正式册封马祖为天后。西隆再来到泉州，再去重建咱泉州的天后宫。天色一泉州，再催你故事，我的故事讲了咯，多谢大家。